吃饭喽，吃饭喽，午饭啊，炸小鱼儿。哎呀，我特爱吃这个炸小鱼儿啊，他们炸的特别入味，特别软。然后你要是喜欢柠檬，再往里边挤点柠檬汁儿啊。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个炸辣椒有一段时间没吃了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。这儿还有面包，这面包是送的啊，每次他们送我们点面包吃。呵呵，这面包比较硬啊，也比较热乎啊，应该是加过热的。这面包有嚼劲儿，有嚼劲儿，是吧？这个辣椒不辣，说是辣椒，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辣味儿啊，是不是叫青椒啊？就是辣椒哈，就是辣椒，但是它不辣啊。嗯，现在鼻子能闻到辣椒的味儿啊，有点辣味儿，但是吃到嘴里没什么味儿，然后挺香的啊，油炸的，嗯。是吧，我们这儿的油都是地中海的好油啊，都是橄榄油啊，也有一部分是从乌克兰进口的，乌克兰进口的那个菜籽油，不是菜籽油，葵花油啊，这个一打仗之后涨价涨了四倍呀、啊、别打仗，当然某些野心家神经病是吧，这个非要发动战争是吧，威胁乌克兰是吧，还威胁了这个台湾，哈哈，你们威胁别人，侵略别人，你们自己也落不着好，对吧？有可能你们自己都死无葬身之地，以强凌弱，以大欺小，都是没出息的表现，都是怂人，对吧？比你强的你敢惹吗？你不敢